今儿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公公当差辛苦了，喝点茶水。怎么弄得跟过年似的？酒窝肉都备好了。日子总要接着往下过，公公既是真心待莲心，莲心也不是什么铁石心肠的人。哎呦，我的美人，你想通了？别着急，公公别着急，公公你看，公公若是着急，就委屈了莲心，为公公准备那么多酒菜，这还有公公的药呢。 对，吃药，吃药，今儿得吃俩呀，一个不够。公公辛苦了。嗯，再吃些酒菜。不是不是，跟我到里屋去。公公，咱们今儿玩一个新鲜的。好，新鲜的我喜欢。咱们今儿玩躲猫猫。躲猫猫？躲猫猫是干什么的？公公先待着，莲心先去藏好。 莲心若是不叫，公公就别出来；若是公公找着莲心，那莲心任凭公公处置。任凭处置，好，就这么说定了啊！真好。公公一定要听莲心的，莲心不叫，公公千万别出来。好。哪儿去了？真躲起来了，躲哪儿去了？ 王公公，公公外头来人说娘娘传我回宫当差，我去去就回。别，公公若是舍不得莲心，那就随我一同去吧。别，我这正难受着呢，莲心，等等我别走啊。海兰，你看我画的这个怎么样？姐姐，你画的花都开了，春天也都来了。 到底要进足到什么时候啊？别急，该我们出去的时候自然就出去了。哎呦，怎么跟贵妃似的？我就是贵妃，你什么都听我的。都听你的，你要我把贤妃怎么着，我就把她怎么着。那我就疼。真的，疼我！我来，我去，救我！ 什么声音？主啊，外边好像是贵妃的声音。贵妃，你去看看。小心！快行！快行！贤妃娘娘，您不能离开延禧宫的大门。我就在这儿看看，绝不踏出宫门半步。别动！别动！跪着！你们不想活了？ 王亲这个狗奴才，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敢来冒犯本宫！您消消气，上来就拉扯本宫，是不是喝多了？是，待会儿把他拉到皇上面前，我看他怎么说。请贵妃娘娘安。是你？你怎么出来了？无意听见喧哗，不知贵妃在此。 贵妃没事吧？我有事无事，不必你关心。事情发生在延禧宫门前，我这才出来看一看，否则事不关己，何必费心？好，你既然来看本宫笑话，本宫刚刚还在想，王亲为何突然出现在延禧宫门口来冒犯本宫，是不是有人指使？